钦差宝钞片段。我是打工的，我要送不到我就扣钱。你就是快点快点快点读快点读。哦，好嘞，等一下啊，要拍啊。再测一下，不测了。开始，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，欠烦人。亲爱的莲，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他后悔了。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、王八蛋，不是男人，这都知道。莲呐，我虽然买不起你要的车和房，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。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请原谅我，我们和好吧。其实这个人挺够意思的，而且他是个懂情义的人。谁知道他这一次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大姐，不是，莲呐，不是这个女的，我比你长几岁，有些话我想替我们男爷们说说。现在有的这小姑娘结婚，妈狮子大开口，吓走了多少年轻有为的小青年啊！大哥，我提的条件那叫高吗？你看看人家，现在小女孩结婚开口就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啥一二三四啊？一栋房子，两台车。两台车？单双号啊。三四呢？300万存款存名下，四回整容。整四回容？整哪儿啊都？一拉双眼皮，二垫高鼻梁，三整尖下巴。怪不得电视剧女演员那么多尖下巴的。四呢？四。精彩爆笑片段。不好意思，老师有手机。手机里面有万年历，那我回去了。我站。你熊样干啥呀？老师要啥都不知道，你学习能好吗？我门门功课100分啊！你门门功课100分，你红领巾为什么是白的？外面有风，脑瓜里有风。拿着个破挂历，你还不如送我点挂面呢。赶紧给我上最后一排坐下。哎，看着没有，礼也送了，这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送礼送不送，这都得往最后一排坐去。这是为啥？因为咱送的礼太小，咱得送大礼，明白不？你别听他瞎说啊！老师就不应该收礼，我要演老师，我就不收礼，我就必须给你送出去。那试试呗，试试来来。老师、我爸给你买了个手机，里面有万年历。老师有挂历。姐，你看着他不好好演，你看着没有？为啥呀？为啥？你见哪个正常人没事天天裤子里插本挂历呀？不是，那我就愿意就不行吗？行行，那行行啊，这么的吧。那个我爸呀，给你买了一条金项链。老师有颈椎病，戴不了。那个我爸给你买辆车，老师。老师晕船，开不了车。老师，我爸给你买套房。买套房咋的？就你这样的买套房，你不赶紧自己留着？你以后你这个学习成绩，你能买得起房？你说你考多少分？40咋的？40还好意思说？老师门门功课100分。你一百，为啥红领巾是白的？外边有风。有风？我看你脑瓜里有风，拿你破瓜里，我上最后一排坐去。哎，不对，我是老师啊。他怎么还处上我了？我还想处他呢，刚才咋？看着没，姐。所以说呀，这礼呀就得必须送，这礼呀就不能送。哎呀，必须送，就这么定了。叮了当了，咚了当了，葫芦娃。哎呀，行，就算是送，也不能送房子，也不能送车，太贵了。顶多送个蛋糕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小卷毛，你也太抠了吧？啊？就这破蛋糕你能拿出手吗？不是，这破蛋糕值3000块呢。多少钱？3000块。我就说得尝尝嘛，这个。哎，别，孩子蛋糕。啊！我回来了。你咋回来了？
老师说了，明天不让我上学了。看着没有？看着没有？啊！你看你不送礼，孩子都没。现在都听我指挥，我们下一。别搁这嘎子蹭了，姐，我跟你说。精彩爆笑片段。对女嘉宾。啊，苦难历程，我也有。苦难的历程啊，得说这么回事儿。俺家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他妈就离我们而去。谁家孩子这么大点儿啊？我才多大啊？关于爱情呢，在我心里啊，我是这么感受的。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爱情啊，就用一句话就能包括了，就是苍蝇腿儿也是肉啊。有一个就行。黄导啊，那个你来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呗。那小老头太可怜了，你就可怜可怜，让小老头上。不是小老头，我是小屌丝。哎呀，大姨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实际上啊，这个老头啊不适合上我们这个栏目，但是呢，外屋那小伙啊极力推荐他，意思说如果他不上，自己都不上了。我看这种情况就搭一个吧，啊。那能上啊？能上，那是买一赠一。哎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您。行了，大叔，你不用谢谢我，你要谢呀，就谢外边那小伙吧，啊。哎呀妈呀，我得谢那小恩公去。你看我得写好好的念念吧，太够意思了，一般谁有这思想，太够爸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相亲来了。哎呀妈呀，你还来相亲来了？小兔羔，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的啊。哎，不是你干啥？你看我今儿怎么揍啥呀？你给我站那个地方上。哎，别这么闹，你干啥？不是，给我站着一样。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你相不相亲的，你也不能打人家孩子呀。怎么打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是我儿子，我这是教育他。这会儿行他来了。黄导，鞋拿过来。太激动了，大叔，你这是你。你给我过来。这栏目上不上的不重要。做人得讲良心呐，你怎么还学会撒谎扒瞎了呢？你什么时候撒谎扒瞎了？精彩爆笑片段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这屋说吧，快点。这啥事儿啊？这火烧腚似的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出大事了，要不我能这身打扮吗？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。啥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。别拽了，你说的事儿吧。咱们俩走在雪地上，你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，我一看这没气儿了，我一面打120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。咋的，让人看见了？不但让人看见了，拍上了，传网上去了，可能人家是排雪景把咱俩给烧上了。最可气，把照片给放大了啊，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，那字咋写的？一对老情人狂吻在冰天雪地里。你说你也是，当时你这看看司法有没有照相的呀？你说啥？当时我是救你命呢，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儿啊？当时我要知道你给我做人工呼吸，我还不如啊一下子过去就得了。不是你这人说话咋没良心呢啊？大哥，认真的啊，你上我家来，你啥意思？那你说吧。啥意思呢？你是我救过来的，这回你也得救救我。我咋救啊？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。哎呀妈呀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可绝对不行。俺家老头啥样你也知道，小心眼儿啊。你说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他，肯定炸庙。
回来得气死他。兄弟跟我干仗，送的也得跟我离婚。大哥，你救我，老妹子感谢你啊！你真的救人救到底，这事儿吧，你就自己担着得了。你别说底下那人是我就完了呗。我不说不行，那我成啥人了？我儿媳妇可我儿子不得黄吗？你说我儿子儿媳妇知道不也得黄吗？你黄不黄？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整澄清了我。你这啥人呢？你这是肯定得黄。你呀，大哥，啊，你过来来，小严呐，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啊。你好，王叔。哎，你好，王婶。这海，不不是，这是我老伴儿。啊，这是我家，我老他是个老光棍的，他哪有媳妇儿啊？你咋了？我这找你不有事儿吗？我还正找你，林记者上你家找一圈没找着，行，上我家待一会儿。精彩爆笑片段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小米粒，加油，小米粒，太好了，咳嗽，看着水了，拿来。不是给你的，听明白吗？给你钱，不卖。啊，王小倩，你说你多缺德你啊！哎，王小倩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你给你准备的水，你喝不？你喝不？你喝不？我不喝，我不渴。哎，我都打开了，你就喝啊！我不喝。哎，你喝呗，我都打开了。我不喝。我都打开了。哎呀，你这么贱呢？人都说不要了，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。哎哎，江江，别跑别跑！哎，你看，你不喝水，我这还有豆浆呢。是不是傻？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？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。这儿呢。你上边拉。你说你呀啊，你大早上起来，你看人家都跑步、溜溜弯啥的，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，你净搁出洋相。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我呀？啊，为了我，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。你说的啊，你说的，哎，你说的，哎呀，小米粒我爱你。尴尬不？你说王小倩，你一天真整没用呢，你瞅瞅你，哎，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。说你呢？我说你呢。啊，大秦哥，我告诉你啊，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，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得出来。哎呦我天，自己说，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？是，你都给人跪下了，人好意思不走？你都跪下了？跪完之后，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。我不是跟你吹啊，算他们几个跑得快，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，刷刷刷刷，全给他们撂倒了。我跟你说，是他那造型我都跑，我怕讹着我，他都这样了。王小倩，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？啊，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。精彩爆笑片段都在现场啊，才来啊你啊，才来，买卖好，混得住吗？混得住呗，混着吧。啊，混了一年还照旧哦，时光更改。胜似先前，借您吉言。闲了说话哦，晚上喝茶。得嘞，回见您，回见您呢。走了。哎，你这哪来这么一位就跟我客气上了？没关系，他打岔不要紧，咱们呀接着说正题儿。我们这回呀，才来你了。啊，才来。你的买卖好啊。这位外府的啊，嘴里边不太清楚。买卖好啊，买卖好，你俩还混得住吗？哎，混得住。那你混着吧。混了一年还照旧。哎，时光更改，胜似先前。得嘞，闲着说话。哦，晚上喝茶。得嘞，喝茶。回见，回见你。你俩卧着，你俩坐着，你俩坐着。哎，这位又下去了，都不知道哪儿来的，大街人来人往啊。得，咱们接着说啊。哎呦呵，才来啊。你说这杂不地啊，什么人都有。哎，才来。买卖好啊。什么买卖这是？
买卖好啊，混得住吗？凑合混呗。混着吧。啊，混着一年还照旧。哦，时光更改，嗯，胜似先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闲着说话，哎，晚上啊，喝茶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哪儿跑出这么一位来。得了，别挡我们买卖啊！嚯，怎么了这是？干嘛呀你？哎，哎，您要不后边坐吧啊？啊？才。来，哎呀，这位真够费劲的，我看。啊，来，买卖好，混得住，哎，凑合混吧，啊，混吧，啊，混。啊，我也就剩混了我。干了一年啊，还爱。这句话挺长，我先歇会儿，你在这说啊。不，马啊，上啊，嗯、啊，干了一年啊，